1946年，潍柴在山东威罕诞生，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1946年1月，老一辈潍柴人以玉城铁工厂为基础，办起建国铁工合作社，后更名为环海铁工厂。在一个由几十根木桩撑起的大瓦房中，一条红色生产线加速开动，支援解放战争。后期还开始仿造德国的11马力单缸低速柴油机。1948年，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，潍县解放。11月份，环海铁工厂抽调部分设备和人员，到潍县方子筹建大华机器厂，生产15马力和40马力低速柴油机。1953年，更名为潍坊柴油机厂。红色血脉薪火相传。潍柴自诞生之日起，就将企业发展与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紧密相连。